大家好，刚刚回来就把那个牛排腌在那儿。我老公买的那个小米龙，把它分成一份一份的放在冰箱冷冻里。然后早上我上班的时候拿一份出来放到冷藏了，下班回来就解冻了，给它腌好了。一回来，因为那个要多腌会儿才入味嘛，所以我就赶紧给它腌好了，放到冰箱去了。菜泡了也有一会儿了，现在给它洗了。今天买了点这个红米线，还有这个花菜，花菜准备放点腊肉烧。上次那样烧，我女儿还挺喜欢吃的。夏季容易缺钾，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嘛，说这个红米线可以补钾，还有毛豆都是补钾挺好的，所以今天买了一点这个红米线。这个挺长的，刚刚我把这个有的长的给它掐掉了一点，我怕咬。像这种菜，必须要泡一下，提前泡一下，要不然不太新。这个花菜还挺便宜的，5块5一斤。前段时间都卖7、8块呢。米线放点猪油烧。看上去还不错，这个全是汁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这是腌牛肉的洋葱，我切多了，然后刚刚也放锅里煎了煎。来，肚子饿了，牛肉先去吃，看好不好吃啊？我女儿说她肚子饿了，就让她先吃了，她就吃了一块牛排，
还给我们留了一块。我先吃一个蛋，这个蛋是早上煮的，白煮蛋。我女儿她不吃，我刚刚给饭上蒸了一下，我给她吃点儿。早上煮三个蛋，她的一个她没吃。汤好香，放麻油啊。今天这个花菜吃了不少嘛，合你胃口是吧？我吃有点咸。这花菜就是要这样烧才好吃。然后这拿那种新鲜肉烧的话，它就有点腻了。正好咸肉它是有一个冲击力。我当时一吃，首先它花菜那个香味自己清香，然后一号第二下吃的是有点辣味，然后后面就是一下子油那个汁啊油啊那些，一下子就很好吃。说到底就是好吃是吧？我感觉米线好吃，米线也好吃，特别鲜。放猪油烧的好吃，花菜有点咸。你和米饭一起吃。吃个饭下来走走，不巧在下雨，让我女儿上去拿把伞，我把垃圾拿去扔掉，在这等一下她，下着小雨现在。撑着伞出来散步，现在又不下了。还得你吧，我不要。刚刚出去散步，顺便买了一串葡萄，这串葡萄20块钱，9.8块一斤。天天晚上吃个饭都会出去走走散散步，要不然一天不活动，是吧？去洗脸吃吃吧，今晚不吃了。那我放冰箱去。